棉花田就只有热内啊，原来热内是毛巾的故乡，但是那些毛巾没有看过他的妈妈。嗯，对，所以他返乡，你不是中年返乡了哈？算是啦，算是。那一个阿公一周年返乡啦，对，然后返乡服务，他想我刚好变变为呀，嗯，所以我有亮，有亮点，有亮点，需要亮，哎，有亮点，嗯，对。棉花啦，你要摘一朵棉花给我。他猜不出那一根是什么。他服了。所以游览车已经走掉了，赶快！还有没有人在后面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哎，我真是陈先生固执哎，跟他讲送要送，非要送社区哎，就是那小雨就高兴，他说我们是团体行动哎，然后叫那个人说回头，他就不要。